家，我知道我前做唔对一挂代志，我心内嘛感觉真后悔。我希望家长你当原谅我。我唔相信你会真心悔改，你是毋过必须要出头。好啊啦，你听咪姐讲煞落去好无？家长，唔好去我骗去啦。哎呀，天亮，你到底怎么啦？每次认错忏悔是件好事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肯好好听他讲下去，再下定论也不慢呢？米姐，你给我讲错了。卡姐，玉芳的自杀，我心里嘛真艰苦。杨哥这件代志，玉芳家己嘛要负责任。是你害死玉芳的，谁让玉芳爱负责任呢？米姐啊，阿玉芳已经过身啦。迄代志莫阁讲起啊啦，袂用诶！这件代志我嘛委屈，问伊无讲啊清楚。卡姐，伫你生日前两天，我有敲电话找天亮，我希望伊来车头接我。不过电话是叫方接诶，伊不但无甲天亮讲，家己走来车头接我。伊警告我，不准我来新店，也不准我接近天亮。伊讲天龙是伊未来的翁婿，讲我破坏因的婚姻，我无答应伊。伊若趁我无小心的时阵，可我请你去水池阿底。你莫话白讲啊！玉凤遐尼老实，哪有可能阻止你来成定的？伊可我请你去水池阿底，是你亲目睭看到，还是你甲我救起来？可可我讲白话话少？阿公，玉凤甲我讲，是你家己无注意去搬落去的。我咩有可能家己搬落去？卡姐。我今日敢是认我唔对，我都无必要去侮辱玉芳啊！我甲代志讲出来，我是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是安怎做唔对。你搁讲啥去？后来天龙甲我救起来了，玉芳就一直威胁我，讲要对我不利。当时我真生气，我唔再去找性命线，想要破坏甲天龙婚事，想要报复伊。也不过我无想到讲，伊也无法度忍受失败打击，才走去自杀。卡姐，这两天我的心内嘛就艰苦的，我知我做唔对代志，也不过我嘛感觉就委屈嘞。今日找卡姐来，就是希望卡姐会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我谅我的唔对，我嘛搁转去五家，我只是五家的人。四十五届过，我的心永远拢袂改变。刚才我把杨小姐的心好好请用念珠，予伊重台成人。你是我的心腹，只要你会当反悔、改过自新，我当然会当原谅你啊。阿姐，伊安尼是搬戏啦，唔通叫我骗去啦，伊绝对唔是真心要悔改。真心在咧悔改，你谁人唔肯原谅伊？你是要逼伊离婚哟？要将这个家拆散？我甲你讲，你唔通袂记，无家要我做主持的，我若要让伊倒转来吼，什么人嘛袂当反对啦。天亮，伯母，美姿安孩子啊，就麻烦你嘛，把他送回家去。我去劝天亮。卡姐，我答应你。我以后再搁做唔对代志，我袂搁伊替我念仇恨。只要你会当吼真心悔改，过去的代志咱别搁讲起吼。干姐。